爸真正身体状况无啥好，有啥物个保庇，互伊好起来。我甲伊文看爸爸遮尔认真治疗，所以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互伊。是我甲哥的心意，多谢伊转来继续做阮的爸爸。来，即马咱来欢迎到咱的新郎新娘进场，掌声鼓励。主人准备好酒菜，诚心诚意奉人栽。新娘好孝顺，配着好郎君，才会霸主传千孙。甲这边，真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甲尤文婚礼。我想朴素的大家拢知影，阮爸真正身体状况无啥好，啊，不过有生命的保庇，互伊好起来。今日嘛坐伫遐，请大家互一个泡泡声。治疗过程足辛苦的，我甲伊文康爸爸遮尔认真治疗，想要甲伊说多些，所以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伊。爸，虽然讲之前你无赞成，啊，不过这是我甲哥的心意。多谢你转来，多谢你转来继续做阮的爸爸。接下来，来邀请到咱的主婚人王文俊先生上台，来阿婆过来。各位咱埔族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文俊。我甲阮小弟王文庆的故事，大家应该拢有听讲啊，吼。我这小弟，许我巧婚姻啊，过二十多年啊，过到即马哦，我两个囡仔拢要结婚啦。希望我这阿兄回来了，你这阿一肩胛头这阵，会当较轻松一寡，哈。嘛好佳哉。伊是予你这小伙仔顾大汉的，哪要收你物件？都是已经拍歹感情，嘛会当修好，都应该安尼啦。以后我慢慢烦恼，我两个囡仔要安怎结婚？